尾，同学们请准备。跟着音乐节拍，全身动一动。民进党八位跨世代立法委员许智杰、黄杰、吴佩益、蔡益瑜、张雅玲、王美惠、吴丽华与陈淑月齐聚一堂，大跳三代国民健康操，包括1997年以前的第一代健康操、1998年的新式健康操，再到2004年的 Lucy 健康操，通通跳一遍。发起这项活动的立法委员许智杰邀请国人过完年后记得身体动一动，做做健康操。那我想我们有老同学、新同学哈，那现在齐聚一堂，尤其今年过年哈，刚选举完哈，大家能够过一个好年，能够轻松愉快，所以能够好好吃，所以跳，且找我们几位老少同学了哈，一起来跳健康操啊！再重复一次，那个大家团圆，好好吃团圆饭啊！那减肥啊，那个每逢佳节被胖四斤来胖十斤，差十斤，都好。那最后就是减肥是等到团圆以后再说啊！最后我们还是要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有余哦！2004年健康操立委同学们请准备。这届立法院最年轻的立法员黄杰与同为立法院新世代的吴佩益等人则说，与立法院学长姐一起跳国民健康操仿佛回到小学，希望自己进入立法院后也能维持运动的好习惯。希望大家就是吃饱睡饱之后可以跟我们一起跳三代的健康操，我相信大家跳完之后过年都会心情很好。然后这个就是对我刚刚跳完的心得也是，我容易吗？我的那个新年贺词要改，我容易吗？大家都说我们是立法院新世代，但是发现三代的健康操我们也已经来到第二代了，所以第三代我也是现场看了才第一次学会。如果没有出门走一走，在家里也可以跟我们一样上网看影片，在家里跳运动就可以心情也好。由于近期气候多变化，早晚温差大，立委们也呼吁国人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强化身心健康，一起迎接龙年的挑战。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